院长，我们可不可以先提一个程序问题，好吗？好不好？太难了。好，那个院长还有各位委员哈，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在这边要向民进党的这个郑运鹏委员提出严重的抗议啊哈。郑运鹏，我们今天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要求说中央政府总预算提案里面主计处的业务，除了提供 PDF 档，应该要给我们 Excel 档。其实 Excel 档提供了之后，我们在做换算，我们在比较都比较容易。其实网上也可以抓，但是你其实是可以提供的。那其实这个案子也已经解决了，好，我们已经改主决议也没问题了。好，这个整个案子都已经立提案了，主计总处这边也都同意，主计的这个资讯业务也都同意，这是本席跟郑明忠我们这个书记长提出来的嘛。但是我今天下午就看到民进党的郑运鹏委员，他在他的脸书上面就讲说，这哪里算什么藐视国会，他就还要在那边酸，然后让电视还要报，新闻还要出。我现在想说，每一个委员是独立行使职权，我们要求的是。我这边你讲我都拢听无啊，哪个不能讲？是安怎？是什么事情？你怎么今天郑运鹏怎么样？今天郑运鹏在他的脸书上面。好。今天郑运鹏在他的脸书上面，针对我们这已经都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他脸书上面说，他不懂为什么我们说不提主计总处的资讯处在提供资料，没有提供 Excel 档，我们就讲藐视国会。本席要讲，因为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去跟他要这个资料，我们已经很多次要，希望他们提供预算的这个资料的时候，能够把 Excel 档顺便附上来，因为有 Excel 档。我们可以做过去这么多年的，我们可以一起做比较，我们也可以计算，我们可以这资料的再处理。其实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其实主计总处资讯处也已经同意，所以我们预算已经没有冻结，然后他们也愿意提供。我觉得这件事已经解决，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懂为什么连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民进党的委员不能够尊重每一个委员独立行使的这个权利，独立行使他的这个问政啊质询的权利，而且这都已经业务单位也同意的东西，你今天不觉得这是藐视国会？我觉得是藐视国会啊，因为你不是我啊，而且不要讲别的，我们已经跟主计总处为了这问题已经要求过很多次，每次他们就是只是给 PDF 打，所以当然在这边我们希望它能够变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决议，所以将来他们就会心里如一，会继续这样做嘛。那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不需要在那边还要脸书上面去说他不觉得这怎么样，然后还变成一条新闻。我觉得院长像这样子的事情，哦，为什么不能够？大家应该是一起尊重。那你做事情，你为什么要让他搞成这个样子呢？这个政委员不在啊，整个过程包括新闻的露出，我也不晓得了哈。新闻都出来了。那没关系，我们再了解一下了哈，我们再了解一下好不好？哈，那我们就先来省预算了好不好？好，这个程序因为现在各党团都到了，我们。郑运鹏在脸书上说，国民党团这个提案蛮妙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行政机关提供预算书的档案用 PDF 档叫做藐视立法院，他完全曲解我们意思。我们没有说提供 PDF 档是藐视立法院，我们是说一直要求他提供 Excel 档，他不提供，他是藐视立法院，扭曲我们的主决议的意思，然后还在那边变成一条新闻，在脸书上酸我们。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执政党不需要如此。我们委员老是酸来酸去嘛，这个互相之间当时吵架也没有什么。来那个政委，酸来酸去，请院长提出证据啊！你不要这样子，你就事论事就处理这件事情，不会吗？院长，我要讲一下了，因为我早上也看这则新闻，他说因为是陈义明委员他提的提案嘛，我作为书记长，我要附属才能提得出来嘛。他还写了陈一鸣跟郑文忠委员藐视国会，我来藐视国会，很尊敬院长。没有啦，没有啦，藐视国会是没有啦，我们平常对
那我意思说，应鹏其实他做，其实做的也很圆融了。不过我的具体建议啦，董超他现在是不是党团那个干部？安尼啦，是啊，这代志你来训斥一番就好了。我拄啊哈，我来教教好不好？哦，对对对，你来训斥一番，好不好？好啦，好了，我们就授权。啊，柯总超姓氏啊，啊，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啊。那今天列席的有劳动部啊，许部长啊，好，他骂他了，互相尊重嘛，都拜托哎，没事找，没事找茬，好，大家，嘿嘞，我们这个到晚上啊，我们从早上已经到现在啊，都有一点疲倦啊。啊，所以我们更要冷静啊，在最累的时候更能显现啊啊我们的意志力，我们就展现一些意志力给全国人民看啊。所以大家今天晚上要比昨天跟前天哦、啊、更有耐心了 啊，好不好哈、啊？来，啊，重点大概记起来了，大概讲这啊，好、啊，文章不加十二点外，这个不加三点外，这个民众委员都跟我们，好安尼哈，好啦好啦啊。来，我们这样子啊、哦，我们首先我们就处理劳动部主管的啊、哦。那么劳动部主管在第一幕啊，在税入的部分啊，他是被劳动部主管税入啊、有一个主决议，有一个改主决议啊。那这个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这个改主决议我们就啊通过啊。那么。啊，其余我们就没有劳动部，你们有一个增列500万哦。税入，我现在在处理税入啊，税入也要处理，那税入不处理吗？那我来处理啊。那啊，所以我要委员会增列，也要大家同意啊。啊，我来处理预算了、哦，我已经处理3年多了啊、哦，来哈，大家就听我的啊、哦。这个税入的部分啊、哦。啊，劳动部是增列500万，这个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第一案就改主决议，啊，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啊，税入就啊增列500万，然后第一案就改主决议通过啊。那现在处理税出我们在第一幕劳动保险业务啊，在委员会我们是。啊、只有冻结40万，是这样子吗？对。好、啊，其他都没有减列啊，就冻结40万嘛，是啊是。那么我们啊，在第一幕我们就看幕啦，我们是以幕处理哦，哈。好、啊。那么第二案哦、啊，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改主决议通过。第三案撤案，第四案撤案是第四至一案，是政委员天才建议冻结20万。啊、你们觉得接不接受？报告院长，这个部分我们有跟委员沟通过哈，那委员同意说本案并委员会的决议合并冻结劳动保险业务零二分之20万元。妈，等一下，这个那个政委四至一啊，并那个委员会的冻结讲补助了，不是，他是讲补助，我们通案处理。好，这个统三的部分，这个所以这个简略。冻结20万，这个没有冻结，这个就统三的部分，这是通案的。好，部长，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通案吗？所以这个部长还没反应过来，今天我不得了。我跟你讲哈，这个我们后面有我们的预算中心的主任在后面啊、哦，所以郑天才委员这个冻结20万，我们就以撤案、啊、统三就统三。撤案统三啊，就是反正统三你就是一定不会被统三的啦啊，这你们主计被统三好几千万，说这20万没有了。那现在进行，所以第一幕啊，我们就冻结40万啊，区以都照就是照委员会的啊决议通过了啊。那第二幕一般行政啊，那么在委员会里面是减列10万，冻结110万，对不对？对。好，那提书面报告使得动支。好，那么第五案，第二幕啊、哦，你们看第五案第二幕，吴志扬委员改成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第六案，
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改主决议通过。第七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第八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都通过。第九案撤案，第十案撤案。好，第二目一般行政就照委员会啊、哦、简略十万。我在宣读第二目的结论嘛。第三目。对不起，第二目哦。好，第二目是改主决没有问题啊、哦，那就以减列十万元冻结110万。那第三目啊、哦，对不起，第三目综合啊规划业务是减列70万，冻结300万。嗯，好、哦，好，那其他的啊、都没有问题，所以第三目我们就减列70万，冻结300万。对，提书面报告。对，好、哦，好，现在进行第四目啊、哦，劳动关系业务减列30万，冻结200万。然后11案撤案，12案撤案，13案文字修正，哦之后哦，这你文字啊？报告院长，这边是改为书面报告，就是原来他是要专案报告，那改为书面报告。那委员有不过这里面哦，慈庸委员，这里面有70%是奖补助，就是通案统三的部分，所以要不要冻结50案？就不必了，这个好像不是，都是他统三哦，他统三可能会统三到好几十万。统三会比那个50万还多。对啊，黑了。对，要不要再冻结？要不要？叫通案处理掉了。没关系，就交书面就好了。好，好，好，那就。你就交书面，不要冻结了哈。好，他的关心的问题你就书面。好，我们交书面。好，那么第14案撤案，15案撤案，16案撤案。所以第四目劳动关系业务就照委员会啊、通过的决议，我们来通过。来第五目没有，第五目没有。啊，党团有任何的提案，我们就照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来通过。第六目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业务啊，预算编内啊冻结50万啊，冻结50万。那么17案改主决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18案撤案有没有问题？啊，撤案。19案改主决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20案改主决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那21案这个啊。冻结50万要改，要好好来，是要改主决议还是要怎么样？那个慈庸委10、21、22能不能请您说明一下？这个就是有跟永明那边，跟党团那边沟通过，对，所以现在是可以接受你们改书面啊。好，但是我想这个。防灾假这一件事情哦，其实在立法院已经有很多个版本，那也不跨党派的委员都有相关的提案、所以我们希望说你们不要一直用这种抗拒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所以你们要交书面报告我们可以同意，可是你们要真的在这个报告里面把这些事实哦，那以及你们态度把它讲得很清楚哦，那自爱难行到底在哪里？是好，那你们要把这些理由把它详细的列出来，好，然后告诉我们说，那你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好，好，所以这部分我想就是这两案，这样子啦，哈，慈庸委员，这样子啦，我来猜试看你接不接受啦，不，我来猜试看你接不接受啊、哦？第21案、22案，因为他这边哦。他的预算才581万而已啦，哈、那委员会已经冻结50万，大概冻结1/10了，10%。我们这两案就并入冻结50万啦，但是他要提书面报告，各提书面报告。因为21案我们有同意是书面啦，但是22要专案。22案你要你22案要专案报告。对。所以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冻结50万就照委员会啦，哈。但一个提书面报告，一个提专案报告。那专案报告我们能不能并？后面如果有专案报告就一并，可以，好不好？好，好，后面如果有专案报告就一并了，好，一起并。好，他完全没有。那我们就他们只有这个呢啊，这个为50万啊，就提书面了、啊。如果不满意的话，在
下会期业务报告你们都可以再问啦。是啊，因为二十二案是七休一的这个问题嘛，那七休一今天又因为你们又开放了那个就是客运司机嘛，对不对？那今天又有团体在抗议啊。那其实七休一这个监察院也有提出纠正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二十二案你们是理所当然应该要提出一个专案报告，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啊。就是社会争议比较大的部分了。那个宏伟专案报告没问题啦，二十二案我们提专案报告。好好，那如果可以的话，那就那好。那好，院长，二十一案的那个文字哦，是不是照我们？没给你那个文字哈、哦，文字你这个文字不必修正，因为你只要回复他而已嘛。书面报告，嘿，你就提书面报告给他而已。就是因为他原来，对我们是希望说他原来的提案哈、哦，就是。能够改成要求劳动部就目前本院提出的修法版本进行研议，好，并于两个月内向立法院。把下会期，一二三月都是下会期，没有一个两个月三都是下会期。并于下一会期了哈，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不好？好，那就修正，好，修正，然后。第二十案你就来做专案报告了哈，然后第六目就是冻结五十万，然后有一个书面报告，一个专案报告哈。好，然后我们现在第七目劳动法务业务哈，第七目冻结15万2000元呐啊、哦，那林惠州委员撤案，我们就尊重委员会的决议啊、哦，就依照委员的决议来通过啊、哦，那么。这个总共有几目？总共有几目？七个目啊、哦！因为党团都没有提案，我们就都照委员会的决议来通过啊、哦。来，主决议27，有没有问题？没问题。28，27没有。第27案哦，严宽恒委员的，有没有问题？你们事前没有看吗？有，27，还是我讲得太快了，你们来不及。等一下，对不起。第27案、主决议，你们也要看哦，各党团都要看。哦，对，这边有委员同意改书面报告。啊？主决议呢？对，主决议改。主决议改书面报告，他难道有叫你们要专案来报告吗？因为他本来的文字是向本院报告。好，提书面报告，那就改提书面报告啊、哦，那就修正通过。好，那个报告院长，他本来是说并向本院报告，那修正为并向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好，那就修正通过。28，没问题。好，那就通过。29，有做了一些文字修正嘛？对。有没有委员他同意嘛？哦，好啊，你们看一下哦。都在那个29、就是、你们看29，对，好，那就文字修正通过哦，是没有问题哦，部长接入离职了，好，修正好，30遵照办理，好，就通过。31修文字修正，文字修正，对，这本长修正改为好个月，亲民党原提案是三个月啊，改为修正改为九个月，好啊，文字修正，好，那就这样子嘛啊、哦。对，好，那就文字修正通过。32，没问题。好，那就通过。33，文字修正通过。修正文字就是，六个月。委员同意了。好。他也盖章了哈、哦。好，那就修正文字修正通过哈、哦。好，那现在到劳工保险局。政委先进去了啊。哦，对，那区域各目啊、哦，都是赵委员会刚才都已经宣布过了啊、哦。来，劳工保险局第一目一般行政啊、哦，一般税入的部分就啊赵委员会啊的决议通过啊、哦。那第一目一般行政啊、哦、委员会是冻结110案，那么第一目。啊，将委员撤案，所以我们就照委员会的决议，我们通过。第二目保险业务，啊，委员会是减列10万，冻结350万。那林维洲委员他也撤案，所以我们35，我们就照委员会啊的一个
一个通过的决议啊，我们来通过。OK。好，那其他各目都遵照委员会的决议，我们来通过，因为没有各有党团提案啊。好，现在换劳动力发展署及首署。那么，劳动力发展署及首署啊，在委员会啊是被减列500万。冻结2210万，啊、哦，然后又有一个减列500万，冻结1000万，它是含括在上面的减列500万，冻结2210万之内嘛？好，那就劳动力发展署及首署是减列500万，冻结2210万，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对不对？对。好，那36案，徐委员有名有一个改组决议，他本来要动这500万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就通过。那其他各项啊、哦，因为各党团没有提案，均照委员会啊、的决议通过的，我们予以通过啊、哦。好，来。哦，还有第二幕哈、哦，还有第二幕，第二幕。是冻结200万呐、啊、哦，那么37赖委员他是减列30万，对，你们这个包院长他这个部分哈、哦，他同意已经同意并这个委员会了，好，并委员会决议啊，但是因为我们委员会已经减列500万了哈、哦，你委员会怎么减列500万？我现在进行到第二幕了、哦，对，第二幕。并了哈，同意并案啊，我们是建议请主席是不是才是本案就并同委员会的决议来合并检列。主席他应该是想说把这个检列的把这个这样讲来发展署，不是，你五百万是在你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啦哦，对，你的减列500万是在各不同的目嘛？嗯，你要并哪一目？对，可是他减列500万，没有没有有业务费，有业务。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减列30万就要并入啊，因应贸易自由化这边，你就并入这里。对，那并入这边就要530万。还是并入，那这样表示那就撤案就好啊，这个就没有减啊。对啊。OK， 好，我没有意见啦哦。那个委员也同意了，赖也有同意。好，那减列30万就并入被减列的500万之内。是。好，那你们科目自行调整啊。是。好。来，那38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问题。那39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主决议的部分啊，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除了第二目之外啊，其余各目均照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我们予以通过。因为有很多目，我们就这他们都没有提案，我们这边都没有提案嘛，我们就通过啊。那现在进行主决议，主决议40案啊、文字修正通过，有没有问题？没问题。41案文字修正通过有没有问题？没问题。42案文字修正通过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现在进行到职业安全卫生署、职安署。好，职安署啊、哦，是被冻结450万，对不对？是。好。那么在冻结的目哦，大概都是在第三目有蛮多意见的哦。在第三目蛮多意见的，我们43哦，43慈庸，你是建议冻结2000万，然后提专案报告。这一案哦有沟通啦哦，那我可以并入委员会的预算数里面。不过这一件事情，因为昨天原能会的时候，其实我有提过、哦，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夸张的一个事件哦。这已经有三个
这个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员已经身故了嘛，所以接下来还有八十几位、八九十位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从业人员啊，所以我希望你们跟这个原人会在这部分哦，只在跟他们的因为他们是他们主管嘛，就是原人会主管，那他们要怎么样去稽查？那你们互相要怎么勾稽这件事情，你们必须要做一个专案报告，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也非常的诧异说，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没有防护衣，然后也没有带那个臂章，他就去现场工作。好，那这件事情你们也不晓得，然后原人会也不晓得，然后结果到有人身故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中间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跟漏洞，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部会要好好的来检讨，那提出一个专案报告。好，那44，你要不要讲一下？44也是需要一个专案报告。没关系，那冻结呢？冻结也可以并。好，来，我来处理。好，那45撤案，46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啊。47，我们这边冻结1/10，1169万，冻结1/10就是冻结1169万9000元。那这个比450万是少太多，我们是不是党团就并入冻结里面？可以。好，谢谢。48案啊，哎，一样，你们都同一个科目。是徐伟有名，你冻结50万，要不要并入？可以并。好，这个也让专案报告。我了解。49，我们改主决议。没问题。50改主决议。没问题。好，那职业安全卫生业务啊，我们第三目的部分啊，我们就冻结450万啊。那么提啊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报告的专案里面要包含啊，在43、44，还有48、47，连国民党党团冻结理由，你们都一并要做一个专案报告。好，反正你们都来了嘛，专案报告就一并，连同前面的那一幕的专案报告。好，你们就一并做一个专案报告啊。好，没问题。好，那么其他的各目，因为没有党团有提案，我们都照委员会的决议，我们来通过。好，现在进行主决议51案。时代力量党团有明兄的徐永明委员的主决议，你们看了没？我们遵照办理。好，那就通过啊。51案通过。那么好，那劳动部啊，劳动部大概。所有的单位啊，我现在做一个宣告啊，第15款劳动部主管各单位没有协商提案之其余各目预算，均照委员会审查结果通过。因为你们还有其他单位，那我们这边都没有提案，所以我们就依照委员会审查的结论通过。是，好，好不好？ 好，那部长你可以离开了啊。谢谢，谢谢啊。哦，你最快了啊。谢谢。很好，来，再下来卫福部。啊，继续啊，唔走啊，无要等啊。所以你若阁食一支粉，等下卫福部就阁走啊。介绍一下啊，陈部长，陈时中陈部长啊，来，卫福部在我们税入的部分啊，你有一个增列第二目使用规费收入700万，这个在委员会啊有增列
含第一节资料使用费500，第二节场地设施使用费200，那增列700万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那我们进行52案啊，税入部分。那么柯志恩文，柯志恩委员又提案增列200万。因为这一部分事实上在几年的经验，其实数目是蛮精确的哈，如果增列是有一点困难哈。好啦，那就撤案啦。好、哦，因为增列这个没有意义，反正税入它多一定是缴库的嘛。那他做不到也没有划折嘛。哦，所以我们就撤案啦。哦，那53撤案。那陈超明委员，我看这个也撤案啦，这个增列税入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啦。已经撤案了。好，那就撤案哦。所以。你就税入就照委员会啊增列700万了啊，好，好，50，我知道啊，54撤了，好，来，我们现在啊，我再看，现在从不是现为什么从中央健康保险署不是从卫生部开始？啊，哦，这个是这个都全部都是税入哦。好，那中央健康保险署，撤案，但是委员会有把你增列一个300万的呢，对不对？啊，这个有没有问题？没有。有困难你要讲，因为我们这边也可以不必增列。没有问题吗？没问题。好，那我们就照委员会的啊，照委员会啊，在中央健康保险署增列。使用规费收入300万啊，那这个就照委员会。那55撤案，好，我们现在进入税出卫福部的主管，卫部主管啊，在第56案哦，这是第8期医疗网的计划啊，那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同意。好，那么我们进入第一幕哈。第一幕，龚慧生的培育啊、哦，那么被冻结100万啊、哦，被冻结100万，我们57案撤案，对，58案啊、哦、改冻结100万，能不能纳入？哦，来，对不起，58案是奖补助，所以应该是统三的，好、哦，我们依统三处理。好、哦，政委，我们一统三处理啊、哦，所以原文这个就撤案，我们一统三处理。第二幕科技业务啊、哦，我们减列400万，冻结200万啊、哦，减列400万，冻结200万。第59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同意。60案改主决议没有问题。61案改主决议没问题。62案改主决议没问题。60案改主决议没问题。64改主决议没问题。65改主决议没问题。66改主决议没问题。67他怎么全数冻结7715万4000元？对，我们跟委员有沟通哈，那主要是他就对相关的科目向下里面，我们有一关于就战情中心等等的，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召开相关的研讨会。那现在我们在计划里面，哈、哦、是有一个智慧医疗的研讨会在，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面一并来办理。那我们跟委员办公室也报告过，我跟各党团报告啊、哦，我预算中心现在跟我讲啊、哦，67这里面98%是奖补助会。所以我们你不能冻结，冻结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就以统三处理，通案处理啊、哦、统三啊不是通案，统三啊、哦、统三项目处理，所以许委员这个就撤案，以统三处理。好、哦、同意、哦、那68改主决议同意。69改主决议同意。70改主决议同意。71撤案啊、哦、好。72那个陈超明委员，他要冻结1/20，1/20是多少？5%几，你敢知啊？高涨啊！啊？有不到100万的，1000，对啊，对啊，无嘞，1亿的，1800万，应该10年的不要紧啊？哪里？
好，来来来来，1880万冻结50%多少？90万。那我们在原冻结数就200万，我们就这个就并入那个200万里面了，不要把这个案子消掉了。好，同意。那你们针对他的冻结理由要回书面回，就是书面报告哈，好不好？好。但是冻结数我们就没有改变，就一样冻结200万。好，好 ，OK。好，那第二幕就冻结减列400万，冻结2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那么在冻结里面将提案冻结的委员就提书面报告受说明，送到立法院好，来第三幕社会保险业务冻结50万我们对卫生。对不起，那个改主决议72-1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73撤案了没问题。好，那我们改主决议就通过，这个就撤案。那刚才第二幕已经宣告过了来第三幕社会保险业务那么是冻结50万，那么74案是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同意。75撤案，76撤案，77改冻结30万，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就并入那个50万就好了。对，好，并入50万，提书面报告，然后你要这个不是撤案，所以你也要将针对孔文吉这书面报告好，委员那这个并入78撤案，79撤案，那么80国民党党团冻结1/5未免心太狠了口头同意等一下等一下，这个都是奖补助位99%，所以我们一统三处理撤案，一统三处理好，谢谢那么81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82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好，我们第三幕社会保险业务就冻结5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四幕社会救助业务冻结300万那么83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同意。84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85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86撤案，87撤案，88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同意。OK， 好，那么第四幕社会救助业务我们就冻结3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五幕社工及社区发展业务冻结70万，89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90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好，91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同意。92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同意。93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好，第五幕我们就冻结7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六幕保护服务业务冻结100万。94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95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96改主决议同意。好，那我们就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六幕第七幕一般行政一般行政我们冻结30万，那么第97杨毅杨毅书面好，但是你同意冻结2亿你才好冻结2亿，提书面提书面那这个明天就赶快给他了。98改主决有没有问题？同意。那98-1冻结4000万就纳入那2亿里面的啦。好，但是那个要给吴志扬委员书面呐，哎，不，好来。98-1那个是第七幕4000万啊，刚才那个97那个是7-18，那个定4000万。不不，等一下，等一下，97是第几幕？它是医疗保健支出第七，7-18。那个鲍院长，刚刚跟那个卫福部有商量过这个案子是并到220案那边，对吧？这是先撤嘛？那98-1。好，那我们98-1到并入哪里啊？220案那边，220案呐我们再一并处理。好，那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我来处理一下那么刚才97案是医疗保健支出，九十七案是一般行政，98案是医政业务。
所以刚才说冻结两亿，那就在第七目、第八目合并冻结两亿，是这样子吧？7到18。哦，OK，好，7到18目不是到八，7到18目。对，哇，全部都要。完了，下节目。有，我们到18目第一遍。不是，口腔是心理也有。等一下，我来看第九目啊、哦，他有你，我看他总共几目？18是，就全部，然后就总共就18目，总共18目。第一，魏院长，最后一目18目就第一背景。哦，总共就是18目啊、哦，所以好，那这样子哦，我们来从第七目我来做一个宣告啊、哦。第七目至第十八目，哦，好，这个我们先保留，最后我再宣告，好不好？因为你后面每一目的动作又不一样了，好不好？最后7到18，书面上面是第8到第18目哦。啊，但是他这个在第七啊。那你们确定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上面是写第8到第18。啊，你们这边写第7到第18。好，你 check 一下。谢谢委员。哎，这个我们应该以这个为准吧，因为这个东西是好，没关系，没关系，就这样子，我等一下我处理了啊、哦。这个第97号我们先保留，90号先保留哈、哦，先保留哈、哦。那我们来处理，因为这个这样的一个处理啊、哦，一定要到最后再做统一处理啊、哦。那第七目除了97案保留之外，吴志扬委员98之1就并入第在并同220案讨论啊哦，那两个改主决议，所以第七目一般行政就冻结3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哈、哦。那第八目医政业务哦被冻结500万，那么时代力量党团从101啊、哦，这两个冻结500万，102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好，这个就通过啊、哦。那这个那个慈庸委员，针对这两个案，你100跟101都是针对医师纳入劳基法的问题啊、哦。那个提案里面其实也讲得很清楚，现在只有私立医院的住院医师会被纳入嘛，那其他的部分。不管是主治或研修医师的话，其实我们认为你们还是有必要要再做一些演绎跟相关的配套的研究。好，所以这个预算数我可以就是并入委员会的预算数，但是这部分要你们再做相关的专案报告。我们提个书面报告给委员。可能要专案。这个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哦。第八目医政业务98%都是蒋补助会。所以我们所有的提案都一统三来处理，但是并不表示统三就不能来做报告，还是提书面报告。好，那这个其他的已经有来做专案报告，我们能不能这样，陈部长？就是所有等一下要除了书面之外的专案报告，就一并一次的来。你在外属，因为你刚才已经有一个专案报告了，你这个的专案报告你就并入那个专案报告一起来做报告。我当然同意啊、哦，这样就可以了， okay. 好不好？这样子，庸委。那预算好，预算要不要处理？那预算就冻结，就照委员会同意的。那统三的部分就依照统三处理。同意。好。那第八目我们就，然后第八目，所以。亲民党党团这边啊、哦，我们就以统三处理，但是他所提的冻结案是纳入500万之内，不过你要提啊、这个书面报告给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还是亲民党？把现在我已经讲到103了哦，103哈、哦，报告院长那个102.1。好，102的哦，民进党我是讲啊，大家民进党不会有提案的、啊，啊丢了，旁丢了，把。输人不输阵了，冻结100万哦，我们就纳入这个冻结500万之内了。不会有交错。啊，书面报告给我说明一下来，因为长照2.0哦，卫务部很用心在做哈、哦，那把医疗跟社福的结合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那老人有很多疾病，照顾不了，很容易失能的，所以我们很辛苦的弄一个医师意见书。好，我但是现在又变成说用诊断书跟病历摘要就可以来取代，这两个是差太多了。诊断书病名只有写一个病名，也说直接哈就可以来取代一个我们对一个病人要出院要接受长照的系统的时候那么详细的一个说明，那这样怎么会有品质呢？所以医师诊意见书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从医疗结合到社福，但是我们说在反映了很多次，好像这件事情都没办法，还是可以用诊断师或病历摘要，这个还是都没办法改善，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只是拜托能够把这件事情赶快处理好这样。那这个部长，你就同意他叫他不要动辄啦，现在就同意叫他撤案了。对，我们就做一个延续报告给委员。好，啊，这个就今麦是给委员会了。今麦是今麦用诊断书交摘要啊，你好，好，那这样子我来宣告哦，动辄100万纳入委员会的动辄500万，但要提一个书面报告给委员。同意。好，给立法院啦、啊、哦。那个会完改善后要提，改善后提。把它改善后，当然他要提啊，他一定会有他的规划，好，好不好？那个邱委员，我的建议是说，你要叫他们写个主决议出来会比较有用了。书面报告他都我别下下年了，不会啦，不会啦。主决议写出来没关系啊，本党执政，我们随时可以沟通的。那103来103能不能我们就纳入动辄500万？但是要提一个啊，亲民党党团的书面报告给亲民党党团，针对他的提案。同意。好，那104啊，原委员改动辄300万，就纳入这个500万，反正这个300万，然后提书面报告，哦，到卫环针对原委员的提案啊。同意。那105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啊，106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问题。那你看。洪棍立来你啊，你的案子每一个都没有问题的，三个都是你的。107亲民党那个改组织有没有问题？好，都同意啊、哦。好，我们现在进行第9目啊、哦，心理及口腔健康业务。那么简略110万，动辄1200万，提专案报告啊、哦。那么108改组织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109。动辄1/5，大概是1亿，2亿多，哎，怎么样啊？哦，哎，这个民众，郑民众，来，这是109案，97%是奖补助会，这案的，对，一通案，通案，统三呐、啊，一统三呐、啊，哦，统三处理，所以我们这个就撤案了、哦、那110改主决有没有问题？111改主决有没有问题？112改主决有没有问题？好，那么第9目啊、哦，我们就简略110万，动辄1200万，提专案报告，哦，就照委员会哈、哦。所以你这个专案报告就可以并刚才的专案报告一并哈、哦，一起送过来，一次安排哈、哦。第10目啊、哦，护理及健康照护啊、业务，动辄2100万。113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问题。114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 ，OK， 那这个就第10目就动辄21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11目中医药业务动辄200万，那么115改主决有没有问题？同意。好，那么116撤案，中医药业务第11目动辄2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12目动辄250万。那么郑天才委员改动辄50万，我们就纳入这250万，好、哦，提书面报告啊，好、哦哦，这个没有问题吧？哎，没问题。好，那国民党党团改主决，哎，严惠忠、柯志恩、柯志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119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么我们综合规划业务动辄25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郑委员天才的冻结案就纳入委员会的冻结啊的预算数里面啊。第13目国际卫生业务冻结100万，那么120撤案，121并这个是通案啊，这个是通案，委办会我们就并通案办理。
123车案，所以我们就动着1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十五目，我们照例委员会是照例一二四，赖世宝委员是减列200万。改善200万，跟我们讲同意。好，你先不要同意， okay。 你这个99%都是奖补，就是啊统三的部分。好，撤。所以啊，一二四我们就依通三处理。那陈超明委员改动着1亿，这个一二四跟一二四之一，第十五目这个都是补助经费99%，所以我们就依两个案子都依统三处理，好不好？好，好的，好，两个人都统三处理。那么进入主，好，那第十五目，我们后面还有三，我们有其余各目，好，党团都没有提案到十八目，我们都以委员会的决议，我们啊的党团协商就通过。好，那么再从第七目到第十八目。就增动2亿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同意。除了原来的冻结之外，增动2亿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对啊、哦，这样你们都很清楚哦。2亿动在什么地方？就从第这个从第七目到第十八目，我们让他们自行调整。好，好、哦，自行调整。报告。没有关系，让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对啊，好、哦，好不好？好。好，来，我们进行主决议。哇塞，他书面报告报告哪一个东西啊？全部要报告。全他就不移动，就针对卫生福利部的业务全部做报告。没有涉案的都要报告啊。对啊。不是，应该是说我们七到十八目，最后我们最后决定回去冻结在哪个科目完之后，就针对那个科目去做书面报告，因为我们是自行调整嘛。因为严委也没有指定要冻结哪一个科目，冻结不可能了。哎啊，你就找一个他们关，你就这样子啦，你就跟严委员讨论你关心什么，就针对他关心的你提出书面报告，这样好不好？好，来主决议128，陈一鸣委员的有没有问题？没问题。125啦，系列125啦哈，125看一下，尊照办理，没问题哦，没问题。好，126。遵照办理。127遵照办理。128同意。129遵照办理。130遵照办理。131遵照办理。132遵照办理。133遵照办理。134遵照办理。然后135文字修正之后同意。136文字修正之后同意。137文字修正之后同意。138文字修正之后同意。139文字修正之后同意。140文字修正之后，141文字修正之后，同意。142文字修正之后，同意。来143，遵照办理。好，143之一文字修正之后，同意。好，那我们现在就进行疾病管制署啊，疾管署在了啊、哦。好，疾管署啊、哦，在。我们的第一幕、第二幕啊、哦、是没有被这边没有哦、党团没有提案哦，所以我们就啊、依委员会的决议我们来通过，好、哦，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你的第三幕啊、哦，第三幕你被减列100万，冻结5300万，对不对？对。好，那么144。郑天才委员改冻结500万，我们就纳入冻结5300万之内提书面报告，然后也将郑天才委员的问题你提书面报告到立法院未还委员会来。好、哦，好，那么国民党党团提冻结1/10是926万，我们一样纳入5300万之内提，针对国民党党提出的这一些问题。提书面报告到卫环委员会来，同意。好，那146撤案，147撤案，同意。148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149国民党党团冻结1/10，撤案。149
冻结十分之一是1亿7千万呢、欸。解错了，算了算了。改书面好了，书面也没问题。嗯，没问题。好，那就冻结十分之一改书面。你要注意哦，这是增加1亿7千万。还要冻结十分之一吗？我们就提书面报告好不好？吴先生，好，300万。好，来，我来处理。来，149有82%的奖补助。如果你要冻结，你要冻结奖补助会一统三之外的冻结十分之一。好，那好吗？好，那照十分之一吧，照同案处理就好了。奖补助，那干脆你就并委员会就好啊。并委员会的，照同案处理啊。好，149照同案处理啦。这个。院长就照通案处理了，不要再冻结，就统三了。哎，好，通案了哈。好，谢谢委员。所以我们的预算中心都在后面有跟我提示哦。那150案奖补助会，我们也一通案处理。151这个有没有？151是有没有那个通案的问题？好像有啊。好，通案82%。通案80%，我看我们的一通案处理好不好？通案处理啊，反正这也没有多少钱，哈、哦，通案处理啦，哈、哦，可不可以？可以。好，151、150都通案处理。那152的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153，冻结，哦，这个也是通案了、哦。这个153全部都是通案。好，通案。那我们就依统三处理啊。哦，然后154撤案，那这个我们疾病管制署的第三目，我们就减列100万元，冻结5300万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其余各目均照委员会的通过的决议，我们予以通过。好，这样清楚了啊、哦。好，好，那主决议155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同意。好，那文字修正之后我们通过。156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同意。好，157遵照办理。好，哦，您看有亲民党，你就都遵照办理。干啥屁啊？一件东西。来，第三项食品药物管理署。减列378,000元，冻结2036万，啊、哦，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一目科技业务啊、哦，被减列282,000元，冻结1100万，158冻结100万，我们纳入1100万里面，然后啊、请提书面报告。回复，许委员一人，同意。好，那159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就通过。160车案，161赖斯堡的这个是通案哦，是赖斯堡委员是通案，我们依通案处理。162我们车案，163车案，164委办的，这委办的，164。定在委办的院长，我可不可以补充说明一下164案？院长，对，院长，好，讲一下164案。好，164案是让预算排的有问题啦，因为这个其实是食安办要食药署排的，那食安办本来政务委员说食安办不能排预算，那怎么因为所以这样子食安办要求？食药署去排这个预算，但他这个安全指标实在不晓得要做什么。所以我有提一个主决议要求，他们要考虑国家长远的需要，但是我不晓得食药署要怎么办这个计划，因为这个钱是要排给食安办的。那我去了解的结果，这委办计划，对对对，这钱都委办了，委办给，不，食安办要去委办的，这个是排给食安办要去委办的计划。所以我其实对这个计划实在是不了解，为什么要？食药署要拍一个预算给食安办去委办计划，那个林万益政委是本来有交代食安办不能排预算的，那这个排预算，那我们这样子了哈，已经编了啦哈，这预算也不能再退回。我们现在哦，因为这个大概都是奖补助，我们就一统三处理啦，好，好不好？
好、哦、D64大概就用统三处理了哈、哦、好好165冻结1/20，二十分之一大概是984万1，984万，你要不要并入委员会的1100万？两百多万而已，250万，二十分之一啦。他会改动结，改动结分数啦，两百多而已啦。对，两百多。对啊，那给书面就好了。好，好，那我们并入委员会提哈、哦、书面报告啊、哦，然后就把这个纳入啊、哦。那166改。冻结十分之一，冻结十分之一也是485000元而已，就纳入委员会啊，并入委员会，然后你们就提书面报告啊。好，167撤案，168国民党党团冻结十分之一，这哈、個啊、口头同意。这个168哦，这个啊、曾伟。政委，有72%的是奖补助会。OK， 好，通案好了，那我就通案处理了。好，来，168也是统三处理，所以第一目科技业务就减列282000元，冻结1100万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书面报告将里面有提案的哦，你们就一并书面报告哦，送到卫环委员会交给各委员哈、哦，来。第二目一般行政啊、哦，一般行政是照例，那169是撤案，170是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好，那第二目一般行政，我们就照委员会的意见照例。第三目是减列2996000元，然后冻结9363000元啊、哦，171冻改冻结十分之一哦。冻结十分之一，开玩笑，这十分之一有7000几万呢。等一下，那个17有75%是奖补助。好了，好，撤案好了。是委办会。好。就改统三处理啦。好，统三处理。好。院长，我请教一下。好。那为什么卫福部跟人家编的都不一样？那里面有一部统三，有些不会统三。别的部分不会呢，那为什么这个不他们的边、啊、因为他们的委办不一样啊，食品这是食药局啊，有些食药署，有些是另外的单位啊。没错，但是别的部分没有这样发生过啊，统三就统三一笔啊，一个科目啊。没有没有没有，而且其他部位没有这样子啊。有啊，其他部位就是统三就一个科目统三啊，都100%统三的、啊。你看那个主计总长，你要不要朱主计长？你要不要说明一下？因为那个其他的部会啊，主要是那个行政单位啊，他们这个是有很多业务单位，下面有很多属的、啊。哦 ，OK，OK，、okay, okay, 所有他们的业务性质不一样。对啊，不然跟别部会这个。对了，对了，有些部会单纯嘛。啊、嗯，那172冻结2000万，冻结2000万。不是两次吧？哎。报告主席，他口头同意就冻结100万改书面。好，冻结100万，那冻结100万你是要增加在啊、委员会的冻结数内，还是要并入委员会的930？并入委员会。好，那就并委员会。冻结100万并委员会。不要换啊！不，不是啊！你们那个谁，那个主计长啊，你按下来。因为我们这边 OK OK， 它有限的、啊、哈，那就是并到那个委员会的那个936，好吧？好啊，然后提书面报告，书面好 OK， 来172/1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173减列1000万，冻结5000万。啊，172这个哦，主决议。我修功能股，好来，你功能股来，哦，好，不让来让你讲一下来。我功能股啊，准备困起啊，你。好，来来来，这个，我们讲真的哦，最近这个疫苗哦，实在是一连串的出了问题了哦。然后像三高的用药，其实含癌的成分等等这些问题哦，所以提这个主决议本来是要动了。既然那个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真的食药署在这个源头管理上面哦。真的要好好的做，好不好？好。
跟委员报告哈，就是疫苗的这个问题是应该是说我们很认真的查出问题来。那至于说原料药哈，就是像那高血压的原料药，我们现在也折成那食药署下礼拜我们要做一个报告，讨论说原料的源头管理该怎么做。好，来郑委员。那个谢谢，刚刚洪军委员提到，那因为最近的疫苗一直出状况。那我前几天已经有新闻给卫福部，我要了解到底跟谁买这些疫苗，什么买的日期，那这厂商是谁，我要了解说这个到底哪几个厂商这个出状况，我更想了解是不是有这个官员转任到这个药商，那个资料尽快给我，我只要看看这哪些药商里面有没有我们政府的高官在里面。好，那这个资料两家，一家是赛诺菲，那一家是国光。那现在就给你国内的，就这两家吗？国光跟赛诺菲。啊，你看现在就答复你了。那我要正式给我了。这是对全国的转播哈，大家都很清楚。没有，院长，刚刚我们书记长的意思是不是他要答复两家？他的意思是说这两家药厂里面有没有？门神、啊、他怎么知道呢？知道了，詹国光的当，那你要叫他詹启贤，那谁当他没来？没有，转变过去的名单，当然没，不是的，我要的资料不是这个了，那个，对啦，你不要帮我解释，对啦，陈伟你不能，对啦，这个陈伟你讲的对啦，疫苗卖给谁？哦，那我会记得，后续我记得，又有人跟我检举啦，那我们谢谢。国光的董事长是詹启贤。好，国光的董事长是詹启贤先生呢。跟委员报告就是哪一家都一样，我们都是有一个公开透明的采购的程序了哈。那可以跟委员提出报告，就透明采购程序跟。好，好了，我们不要对了，你比较有精神了，大家哦。来173，这个启成兄，你给他减列1000万，冻结5000万，这代替加多少呢？哎呀，就要看他有没有真正落实去做啊！啊，要不要减列的不要？你看冻结。不要啦，那个他这个项已经他是冻结900多万嘛，对不对？对，我们就提高到1000啦。好，冻结1000，提高到1000啊，那个减列就不要了哈。啊，减列不用了。好，那谢谢委员，这个。还有来173，好，174，对，顺便啊，但是要求那个175，那个并通案处理赖委员的啊，176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然后177也是江委员是冻结500万，你既然刚才动入1000万，你这个就纳入那个1000万里面，然后提书面报告给你。但是这我讲一下啊、哦，好来，没关系，来请。动一千就纳入那1000了啊、哦，可是现在就是我上次我提过，就是我们那个产地标示啊，哦，比如说让那个香菇那一种进来以后啊，你不是只有说那个厂商登记的标记就好了，那个很多摊商他一袋一袋那个啊，你说散装的、啊、那个都没有产地标示了、啊，都没有产地标示啊，哦，结果你变成是你只罚那一些。守规矩的、嗯，真正啊，真正该守规矩的，你没有。跟我们报告，我们也想管理这一块，是我们提一个，这个、就是散装啊，你们要修法、啊。对，散，我们先提一个书面报告给委员，那、嗯、也研议来修相关的法。好，好，谢谢江委员。好，我们就纳入啊、哦、刚才的1000万的冻结案里面啊。178冻结1/10，178冻结是就1246万，那下面是国民党党团也冻结同样的科目1/10，那啊，政委，你看呢？178、179都是同样，而且都同样冻结1/10。我的179哈。对。这个冻结的金额可以这个少了，但是要给我一个报告。好，179哦，好，那178呢？我们就纳入冻结1000万呐、啊。对，好、哦，那提书面报告给分别给当然分别给你。OK， 好。那陈超明的也一样啦、啊。好、哦，我们就两个就一并处理了。好、哦，好，都那180，
也又是冻结十分之一，又是一千万，那就纳入冻结一千万来提一个书面报告给孔文吉，就送到卫王给孔文吉委员啦，哈。那李延秀委员是冻结一百万，也纳入那一千万啦，提书面报告啦，哦。一八二是通案啦，哦。一八三改主角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一八四改主角有没有问题？一八四没问题。好。一八五改主角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一八六哦，冻结二十分之一，这个就纳入一千万，但提书面报告给陈超明委员，送未还给陈超明委员了哈。好，好。一八七改主角有没有问题？同意。一八八改主角有没有问题？好，第三项哦，我们就减列296,000元，冻结一千万，然后提书面报告给各。提案冻结的委员，然后把书面报告送至卫环委员会。好，好，那我们就进入中央健康保险署。中央健康保险署第一目科技业务减列250万，冻结500万。第一目科技业务哈。一八九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一九零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那一九一国民党党团冻结十分之一是106万，106万是这边就冻结500万，就纳入冻结500万之内，然后提书面报告给郑明忠委员。同意。好，可不可以？191啊。那你还有一个报告？有啊，我就做这样的才是啊。好，那一九二撤案，好，所以第一目啊、哦，科技业务啊、哦，就减列250万，冻结500万，提书面报告给国民党党团啊郑明忠委员啊、哦，好不好？同意。这个都是送到卫环委员会啦，但是这针对他的问题来回复的啊、哦。好，这十亿元这个提案啊，引进列金融沙盒机制，这样等一下，一八九啊。189那文字是什么？那贵的话，该组织的。我知道那家去，但是我很好奇的。什么叫内金融沙盒？来第二幕，第二幕，啊，各党团没有提案，我们就照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我们来予以通过。好，好，来第三幕，健保业务，健保业务是冻结400万，那么严宽的委员。冻结200万，我们就纳入啊冻结400万之内，提书面报告给原委员。好，那后面又是一个原委员，同样这个原委又提一个冻结200万，那又同样纳入冻结400万。那他们两个都是同样一个项目，都是健保业务，是不是就提一个报书面报告给就好啊？好，那个启辰兄可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他冻结都是同一个健保业务。那个报告院长那边都是补助工会之一啊，这个都是都是补助工会的哦，所以这个都是补助工会、职业工会跟乡镇区工会，所以这个都是统三的部纳入统三的部分啦啊、哦。这讲补助会，好，那就依统三处理，一九三依统三处理，一九四依统三处理。你们后面要跟我讲一下，然后一九五呢？一九五是补助那些像那个油给那些代收的费用，就是那个健保会那个代收，那也是统三给那个银行啦、啊，给那个邮局的费用。哦，好，那我们这个也依统三处理。那一九六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啊、哦。那健保业务啊、哦，就冻结4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冻资。主决议两个啊、哦，一个是197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没问题。198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我现在宣告一下，我们的中央健康保险署除了刚才啊宣布的目所减列以及冻结之外，其余各目均照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我们予以通过。哈，好。好。现在进入第五项，国民健康署啊、哦，国民健康署，国民健康署，来啊哈，来，来啊。那么，
在199这个是通案办理啦哦，因为都委办会啦哦。好，那第一幕减列300万，冻结100万，改200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同意。好，那就通过。201冻结300万，执行委员包括202这两案，你要不要说明一下？这两案吼，这个全人健康促进科技政策研究，这去年啊，其实我也动过相关的预算。那这个预算呢，其实我是希望说国健，就是国健署能够针对于后里哦，其实一直反映说，就怀疑有带药新的污染这件事情，要来做相关的研究。那去年呢，我冻结了之后，其实到年中一直也都没有相关的就是进度啦齁。那后来在解冻的时候，次长呢就跟我美言了几句啦，他说他一定会做，他用他的人格保证，但是呢到现在还是没有做。所以我今年为什么在提同样的案子，就是因为你们去年说好你们会去做，但是到现在你们就想说丢给中科去做。可是因为后里它并不是只有中科嘛，它还有焚化炉，然后它还有一些工厂，就不在中科的范围里面，所以它的这个污染其实是它会跟人体健康这带药性产生的是会有很多的相关。那你们应该要跟环保署去互相去做一些关联性的研究，我们才会知道说到底我们后里到底有没有受到带药新的污染嘛。那民众现在就是人心惶惶，就是因为中科所做的它并不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研究，那大家要不要相信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好，所以这个案子我想我这边还是会坚持要在另外做这个冻结书啦。好，我没有要并那个，没有要并那个，但是我要跟慈庸委员报告哦，这里面有将近90%是奖补助的通案的一个统三的，所以如果你要冻结，可能就是要在奖补助之外看你要冻结多少这样子。我这一案啊，跟202，我就是再并100。好，那就这样，201202。增动100万呐，啊，好不好？202啊，我也要再讲一下，就是其实我在之前咨询的时候也都有提到哦，就是你们在跟国卫院其实有一个研究报告嘛，那个 PM2.5 对人体的这个影响。那之前以环保署长他的说法，他是觉得说其实不用做了啦，因为就是国外也有相关的研究报告。那这个 PM2.5 的确是对人体是会产生，就是风险，或者是甚至死亡的这个结果都有了哈。那但是当时候质询，那部长也有说，你们可能未来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规划哦。到底未来国务院还要不要再做这样相关的研究？那所以这部分我是希望你们也可以提出专案的报告了哈。就是你们跟国务院到底未来针对 PM2.5 还有没有要对人体的影响做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相关的案子，还是说这个案子就是这是前面四年104到107做完就钱花掉就算了，因为这报告也没有什么可参考性，因为它连中部的医院都没有。好，所以这个我希望是提出一个专案报告。那这两案就是动一把。好，慈庸委员，我报告一下，那个台中市政府过去几年哈，有委托廖永博教授哈做中部的一些流行病学相关的研究，那其实 N 道的采样哈，他们台中市政府都有做了，那只是还没有公开。那所以最近环保团体要求卢秀燕市长要公开的就这一份。好，我们可以过去从廖永博对外的发言里头，他事实上就是台中市政府委托他做的那些健康的效应都有做了。好，谢谢。好，来我来裁释一下哦，201202各冻结50万。所以我们第一幕增动100万，提专案报告，那么专案报告就并前面的专案报告一并处理。好，好，好。那203这个通案办理，这个是通案，都是委办会啊。204全数冻结，这我就保荐。他那并那个委员会的决议办理就好。好，并委员会冻。啊，并委员会啦，哦，就冻结200万，然后提书面给许玉仁委员哈。好，并委员会。那205
就撤案了啊、哦，就撤案啊、哦。那么第三幕啊、哦，第三幕是冻结300万了啊、哦。那么206江委员是冻结300万，我们是不是并委员会的冻结300万？因为300，刚好跟你一样。好，谢谢。那提书面报告哦，给江委员。然后207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同意。208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同意。209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这个国民健康署哦，除了刚才所通过的增列的部分啊。啊，增动的部分还是啊减类的部分啊之外，其余各目啊，因为大家各党团没有提案，所以我们均照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我们予以通过哈、啊。好，谢谢。现在进入第六项社会及家庭署。社会及家庭署啊，我们先来处理第四目啊。第四目啊，冻结啊6200万。那210车案、211车案、212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好，213车案、214车案、215车案、216哦，这个是216车案、217改主决议，同意办理。好，218冻结50万。218，那就并入，因为他已经冻结6200万，50万那是小 case， 我们就并入啊、哦、委员会的冻结案件，但哦这个书面报告哦再送未还，也要哦就是针对科委员的哦的一个冻结案的内容。好，那219这是通案哦，就通案处理，220也是通案处理。221也是通案处理，220没有通案吧？220，哈，是补助地方政府跟那个，这个都是通案，是补助补助地方政府，是这一次是减列，好像是的样子，补助地方政府的钱呢、啊？那通案的、啊，我刚刚那个，哦对，当然要并到这里了，并在那里这个案子了。刚才，但我的那个不是通案哦，我那个不是通案啊，所以你要不要回到那个90几、啊？没有没有，就并到这一幕好了。啊，你并到这一幕，这一幕嘛，但这一幕是那个呢，是通案呢，不是，我说6200，这一幕委员会6200万嘛，就是啊，6200万里面，那你就并，可以了，可以，就书面通案，另外三通案，不另外动嘛，好，那就谢谢你，好，书面报告，并得后老兵个报告啊。变到6200，那有没有书面跟委员报告？书面吗？要专案吧，这个专案吧。他那个专案啊，万一不能够排进，那个数目很大，顶不下去。讲好了，那个只要没有动啊，没关系，只要没有动，他排专案是影响不了他的预算的、啊。既然已经通案，那个给地方的钱了、啊，有时候。我看你还是回复到那前面那边去好了。我白好像怎么？你挂回那个啊？已经挂回了。90几啊？刚才是90几。98，98之1。要给地方的钱呢？好不好？98哈。98之1。有没有台中市政府的？就是你本来是要冻结4000万嘛。对。那干脆我们就看是冻结加个70万，冻结100万呐、啊，好不好？那提一个专案。专案也没有关系，反正他都要来专案的，好，好不好？好不好？好，那就冻结。那我们就修正啊、哦，在第七目一般行政啊、哦，就冻结100万，然后改提专案报告啊、哦。可以。那就配合后面的使用委员的专案，你们就一并处理啊、哦。所以这220案我们就通案办理，221通案办理，222通案办理。223改冻结100万就纳入委员会的冻结里面来处理，好不好？好，好。那社会及家庭署其他各目，好、哦，在委员会，因为我们都没有提案，我们就以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我们来予以通过，没有问题哈、哦。好，那222案哦，哈，222案啊，这个原本是。
是同意我冻结五千万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是通案的，我知道他并通案的啦，但是这个可不可以有一个专案报告啊？因为这一百零二亿实际上是蛮大，然后这个都是补助零到二岁的幼儿，到现在看不出你们到底做了什么少子女化的工作。这个一定要专案报告了。这样子啦哦，这样子啦哦，我们就把二就是刚才讲二零二吧，我的应该二啊。就是二二嘛，哦，这个通案哦，我们不要动，也不要，就是一通案处理啦，哦。但是你的专案报告，当针对零到二岁，就是这一个目，这一个目啊，这一个哦的事项，来专案报告里面也要讲到这个啦，提出哦社会福利及哦就我国少子化对策计划零到二岁。因幼儿照顾啦，并到你那里，你说并到哪一个？哎呀，是老托，就并到前面的专案报告里面呐。幼儿报告也可以处理吧？前面有专案报告啦，前面有像后里的那个专案报告，就并入一起嘛。那主题不一样嘞，卫福部的。不啦，都是卫福部都一样啊，都是要部长来报告啊。啊，对啦，都是要部长来啊。那个业务单位有不一样，员的单位主要是他业务单位全部都要来啊。供给面怎么？那个都在卫福部里面啦，卫福部对对，都在卫部长啦，部长负责啊。一样的单位江伟，这个只要部长一到啊，各业务单位的署长都会来啦。部长相关的动就是解动案的专案报告的单位都要来啦。好，这个没有问题。好，那主题上你必须把这个拉出来。啊，当然，他会有一个，你就有一个专章嘛，就针对各主题有一个专章啊。主题，那其中的主题会包含这一项。好，那其他哦，其他各目，因为我们没有提案，所以我们就啊，依委员会的审议啊结果，我们。来予以通过啊。那么第十九款卫生福利部主管各单位啊，没有协商提案之其余各目预算，均照委员会审查结果通过啊。各党团没有意见啊，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啊。好，谢谢啊，卫福部，我们现在换环境保护署。好，立章，立章，好 ，OK。那就稍等，我也好。部长，环保署是新的贵阳的。阿内，哎，就结束。哎，乖，看你料那还讲着咯。好。老一大爷，哎，老。哎，找机会再帮他解冻就好。我的阿姨的冻结，冻结。这里用就后悔了啊，华务部你们就我们就不管对呀，啊，啊，你这么，你个必须六公无问题啦，但这你个单你就袂使反悔嘞。冻结的话，也没有冻结太多了，所以是不是建议我们就并委员会的决议办了哈？就不要说建立并通了，就已经动了一亿多了，够了吧？这个是针对业务费的，那这个是。谢谢，我们现在就处理啊，环保署。那么环保署的部分啊，我们在环保署第一幕好像没有处理嘛，哦。第一项，
有第一项二十四万，那冻结四分之一。好，来第二二四案啊、哦，那个国民党党团冻结业务会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就25%，哎、欸，志扬兄，这是不是我们就进入各目再来处理比较好，不要就整体冻结。业务会六亿就四分之一，这个好像很奇怪。院长，这个党团要求要保留，保留。好 ，OK， 224保留。对，好。那我要杀你不？哈，有啊有啊。来，225，我们进入第二幕，第一幕哈，第一幕我们就照委员会的审议结论，我们就通过啊。第二幕。我们在委员会被减列105,000元嘛，哦，那25撤案，226黄国昌委员冻结120万，但是他的特别会才94万，我们冻结120万。国昌委，你来说明一下来。冻的科目哦，是环保署跟我讲的，我会给他们方便，就并案。240案去处理，那上面下面的我跟院长说明一下，好，他们有来跟我说明，那我也答应他们，就是并案动，那但是要专案报告，是好，那我要特别跟环保署讲两件事哈，第一个事情是这个事情，我大概质询了2次到3次，那你们现在。那些废弃的所谓电池交换站，那些大型的垃圾清完了吗？清完是谁的责任？那第二个，我也可以很坦白跟环保署讲，你们虽然拿到胜诉判决，但那个会变成一张壁纸了，他没有钱了啦，你们也执行不到任何财产，所以你如果大型垃圾的处理齁，你们采取的方法是要厂商去处理哦，那个大型垃圾放在高雄，不晓得还要再放多久。是跟委员报告哈，那个那边放在那边哈，基本上它是要付租金的，所以那边实际上是贵的，所以租金大概是7-8万一个月哦，所以他如果放在那边，对他来讲是一个负担，所以他大概是也答应说他尽快把它清走。那我们在11月，不是啊，不是爸爸，12月再先停一下，啊，他没有钱，他到时候租金要去哪里收啊？他已经被起诉，他准备要去坐牢，中小企营欠1亿多，钱都收不回来了，啊！你们还以为你们拿那4500万可以拿得回来啊？对，这一部分我们大概已经跟他开过会，他们答应要把他就是移到那个就是仓库里头了。什么时候可以清理完？因为有很多，对，我们11月给他一个文，然后12月又跟他开过会，然后他本来是答应说到12月底，但是12月底还没有搬，所以我们会再继续催的，我们继续催。对，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讲的理由啦，因为大家在等这个事情，啊，你那些垃圾到底什么时候要把它清掉？是是是，我们会督促他尽快把它清除了，哎，这一部分我们会来做。好，那谢谢王委员哈，我们他同意就在这一幕。冻结120万啊、哦！你们本来是减内105,000元，那就冻结120万。那要专案还是书面？好，提专案报告。不是这一幕，不是不行，这个并到240，并240，这边先撤案到240去处理。不是的，你听我讲啊、哦，你听我讲啊、哦。嗯。第二幕你的经费有8亿2166万。你减内105,000元，那因为他是在第二幕，我们就在第二幕冻结120万。你提专案报告后，这个应该不会影响吧？因为我们主要是人事费，人事费就我知道啦。但是120万跟你人事费占多少？还是要在这一案？哦，这我们是以幕处理嘛，你到其他幕。Okay, 反而对你们来讲、嗯，他本来是要动你的特别位，他还特别没有呢。好，就这样处理啊、哦。那第三幕综合计划啊，减内157万，冻结9006万啊、哦，提专案报告。
那你两个专报你就可以结合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一次来报告就可以。那么吴志扬委员冻结2000万的这个小 case， 委员会已经冻结9000万了，是不是纳入委员会？好不好？不是啦，不是啦，我说2000万跟9000万比起来，就纳入9000万了啦。那个数字是包在9000，对，但提啊、那我可不可以要求在这一节里面要动2000万，那其他的再去弄7006万，可不可以这样？2000万不是啦，你不行啦，你这一节才预算才4400万，你就动2000万，动50%，他就不要活了。立宽，他这一个节的预算才4400万呢、欸。嗯。嘿，对不对？了解了。所以我们就并入委员会，让他能够。但是你要的是专案嘛？你要的是这个专案来报告嘛？对对对对，好不好？好，是好、哦。所以那228哦，就2000万就并入委员会的9006万，然后提专案报告，就要把吴志扬委员的提案纳入。对，好来。那个解冻条件可能要改一下，因为解冻提出专案报告或者的通知。慢下来，对是。那那个专案报告，因为他提的是要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要重办环评啊，那因为什么？慢，你讲慢一点，然后麦克风拉近一点。就是他的解冻条件提到是要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重新做出环评啊，那我跟院长这边报告，第三天、这个、他已经通过了，这个、没办法，这个恐怕做不了。对，所以我们会提他审查过程的书面报告是可以的，但是没办法重办环评啊，嘿。专案报告了，不是啦，他答应你重做环评，那整个，那这样子不对了。你去调你啊，我是这样要求吗？按、能不能做？你做专案报告吗？提出专案报告、啊。你应该不是他，就是、他是冻结的理由是希望你做重新做环评，但是你没有答应他重做环评哦。对，你是来做专案报告，结果你要将过程，你只是做专案报告是。好、哦、问我这边是建请哦，作用建请，建请，然后一定要哦，他要做专案报告、哦，所以哈、哦，好，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也讲得很清楚，这个都录音的啊、哦。那二九，他动辄100万，我们就纳入9006万之内，好、哦，那也一样哦，就将他的书面报告哦，也跟他做一个处理。那230，二三。可能吼、哦，那个吴委员的提案吼、哦，吴志扬委员的提案，最后那个可能要改一下，他写的是代中油重新执行。没有啦，他是用建请啦，建请啦，建请无所谓啦，建请无要紧，他建请而已啊。好，那建请没有关系啦。而且我刚才也讲哦，这个专案报告并不是允诺要重新再做，是建请环保署你自己去评估。那他评估的结果怎么样来做专案报告、啊？可能环保署就检讨一下环评的一些未来的改革方向就好了。好，那230是哎，池永伟230哦，那个是通案呢，我们是不是要通案处理？好，因为他已经30%了嘛。好，那231改主决议，232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那233撤案，234是。通案的233是通案，那个，234是通案，那个民众委员，还有234、235、236都是通案，都是补助会啦这一类的。好，235也是，236也是。好，所以我们都依通案处理。好，好不好？好，就依通案处理喽。好，第四目空气品质保护及噪音管制，那个被减列50万啊。237啊。那个池永伟，你是冻结50万吗？对。对。那我这要另外动，
好，那加动五十万，对，那书面报告好不好？专案报告，这个为什么要专案报告？是这件事情是在控污法的时候，那时候第八条我们不是讨论了很久吗？对。那时候说六个月，三个月要提出相关的一个具体的它的固定污染源总量管制啊，或者是它长期没有办法改善的它的转型的一些规划。那这件事情，那个附带决议到现在也没有任何。附带决议有没有通过？有啦，那时候讨论就是第八条是第八条过了嘛？移动环那个固定转换的问题是吧？第八条，洪委员，现在全台湾只有资历。有设定那总量管制区的只有高高屏，对啦，啊，但是他们现在正在检讨啊，哈，对啊，所以他们要把他们相关的规划拿出来，对，因为他们检讨完就会提出报告，对 啊，所以已经六个月过去了啊，但是他期限，主席怎么写的？我要给他，主席我要笑，所以会一定会啦，好，主席有没有通过？这个我是说。你们下一个会期提一个专案报告，因为可以的，明年也好了，一年了，好了，可以的，我们就冻结五十万提专案报告，并前面的专案报告一并报告了。好，没问题。那237就冻结五十万哦。好，那238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问题。那239再冻结五十万，那就纳入刚才慈庸委员的冻结五十万。好，一并做报告了哈，这个没有问题了哈。都要给绑定了。嗯，好，可以哈。嗯，可以。好，240这个是通案了哦，那个持用240是通，我们就一通案处理啊。好，第五目水质保护冻结400万，提专案报告啊，这个已经有专案报告，所以你们这个专案报告都可以一起报告了啊，专案都一起报告。241冻结四分之一。四分之一是多少啊？太多了，1600万啊，600万。那个曾伟啊，多少啊？就委办会。哎，曾伟，241有78%是委办会，你冻结四分之一。好吧，那就那个委办会除外。好，委办会除外，冻结四分之一。不过他已经冻结四百万在这里了呢。好，纳入第二个报告。好，把这样子的啊，我做这样的决议的啊，委办这个统三之外冻结四分之一纳入冻结400万之内了。OK， 好，提书面报告，好，专案加的加专案报告，报告是 OK 了，好了，好，全部改242这个是通案了哦，243通案，244也通案了哦，这是这三案就一通案处理，所以我们啊。第五目水质保护啊，除了委员会的冻结400万之外，另外加第241案的湖泊水库几何川污染防治2458万9000元的统三项目之外，啊，再冻结25%，这样对不对？加入。并入400万里面，并入400万里头，对对对。然后提专案报告，好，好，这样没有错啊。并400万，不要再讲了，啊，大家麻烦。并入啊，好，并入哈，谢谢啊。差不多了，好，差不多查规则班那年了哈。来，废弃物管理啊，减列100万，冻结600万，提这个也是专案的啊。所以245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246冻结500万，我们就纳入冻结600万，那这个本来就有专案报告了，好，好不好？好，没有错。那247这个是通案，我们就依通案处理啊。248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没有问题。那我们这个啊，就啊减列100万，冻结600万，提专案报告。第七目，环境卫生管理。减列100万，冻结150万，提专案报告。哦，你的专案报告蛮多的，那时候要一并了啊。是。那个249，亲民党党团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就通过250，这个是通案啊，这我们就通案委办会来办理。251，冻哈？这个251是82%的。
这个通案删减的部分，那要不要你干脆哦，干脆你就冻结个啊、你就你的冻结就纳入冻结150万里面提专案报告，可不可以？251之一的话，也只有260万了。没有啦，政委，现在我现在就修正嘛。嗯，这个这样测，这委办费用这么80几%嘛？82。又并通案。好，并通案，好，谢谢。来第八目，管制考核及纠纷处理，减列300000。那么252。黄昭顺委员是冻结十分之一，就要冻结271万，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书面报告好了。你也是做上面代级的工？环保署。这个是因为法里头是有明定特殊性工位区，本来就是说他工位区的管理单位 的一个厂商要去付的钱，那现在要空屋会里头去支付，那个是有违背这个空屋法。那涉案好了，这违法。所以这部分是比较麻烦但是委员那边是很坚持说一定要动。就最为高的代级啊，民众兄，我来了。252。然后是不错了，三生是怎么样？是数的、啊。你要乖乖的，不要紧的。好了，二十分之一书面好了，那就结合陈超明委员的两个啦，二十分之一书面，二十分之一啦，二十分之一是多少？算一下来。十分之一。但自己会算的。130。好了，那就135万啦，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啦。好。那来，那。253改主决议，这个没有问题吧？没问题。好，那第八目减列300万，冻结135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好，书面报告了啊、哦。好。那第九目环境监测资讯，那减列100万，冻结100万，提专案报告。那么255黄昭树委员是减列100万，冻结100万，那就遵照委员会的意见。那并委员会，因为他这个有提专案报告，然后就来专案报告。好，那陈超明委员他是冻结20分之一，那就纳入委员会也一样，专案报告就把陈超明的意见把它纳入，好不好？好，那这个就这样通过啊、哦。冻减列100万，冻结100万，提专案报告。来，以上各目啊、哦，除了刚才我们。党团协商所通过之各目之外，没有其余各目均无党团有提案，我们就照委员会的决议我们通过，好不好？好，那现在主决议257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258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同意。好，那就主决两个就一个就这么通过。第二项毒物及化学物之举，来几呢？新的第三目综合企划减列50万，冻结100万。那现在陈委员他有委办会的冻结案，我们这个是一通案处理。通案处理。好，第三目我们就减列50万，冻结100万，提专案报告，这个也是专案报告哦。第五目毒性化学物资危害防治，减列2000万。那么陈委员超明提出的也是设备及投资也是统三的部分，这个就通案办理。所以第五目我们就减列2000万。第六目化学物资查核及资讯那么陈超明委员是提案冻结20分之一，二十分之一是多少？259万。多少？259万。那改250都一起。好，那就并委员会冻结250万。好，那什么？好，并为冻结，那个这个就书面就好了哈。
麦小姐，专案啊，专案太多了啦，哦，来什么都可以问啦，哦，好，那其余各目，哦，都没有党团提出啊，这个提案，所以我们军造委员会通过的啊预算，我们予以通过。好，第三项，环境检验所，环检所啊，哦，第一目科技发展，在委员会是照例，那我们这边陈昌明委员提出的是啊，通案的啊，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并通案办理，好不好？好，那第二目一般行政，那么是照例，委员会是照例，那陈昌明委员撤案，那环境检验所除了一二目之外，其余各目均照委员会通过的啊，决议，我们予以通过啊。来，我们进行第四项环境保护人员训练所。那么，在第一目是照例。那么，陈昌明委员他是啊，提案冻结二十分之一。这样好了，二十分之一是多少？这部分是那。里头有4200万是人事的会，人事会用啊，那个是4200万是五，83%是人事会用，所以这边这个大概法定的人事支出了。这是会员收啊，这农事面农东西人事会用的。好，那我们就动个50万呐，啊，动个50万，那提书面报告。好，好，来。我现在做一个宣告啊，第二十款环境保护署主管各单位没有协商提案之其余各目预算，均照委员会审查结果通过。好，好，来，等一下啊，我这边要宣读整个啊，一个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朝野党团协商研讨项目一，讨论程序，讨论能影印给各大家看会比较快。好，现在发啊，你们看每一个人都给啊。一协商顺序为先行讨论通案决议，再依审查分配表所排定各委员会税入税出部分。送院会处理项目之顺序讨论，最后再行讨论机密预算部分。以协商购之单位如无未决之提案，则不再处理。二、决定事项：一、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机密部分审查总报告所列未送院会处理项目，除确有自爱难行者，再协商。依协商结论通过外，其余均照各委员会审查会议决议通过。这个就刚才宣读的啊，自送院会处理项目，协商有结论者，依协商结论通过。这个这是当然嘛啊，协商未获结论者，交付表决，未依表决结果通过，令党团协商之冻结内容，经并委员会冻结案处理。依协商结论通过者，均不再以宣读本啊，这个宣读本中依序名，宣读本中依序名。二、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先行审议单位预算，其涉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均暂照列。四、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三、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税出正式别部分，随同税出机关别审议结果予以调整。四、各委员会审查结果含机密部分，协商结论均应依通案决议办理，不再逐一于各机关协商结果续名。各机关均应切实依通案决议核实分别商检。为各委员会审查删减数，如遇通案决议删减比率，以各委员会审查删减数为准；未达通案决议删减比率，则增加
简略不足之数啊，这个就是过去一直到现在的一个程序啊。那另外，大概我们明天的流程啊，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有一个协商结论啊，这个协商结论有没有发给大家？要营运来，营运发给大家。我们明天八点，我们会把我们八个委员会所协商的结论总预算案，我们会送交给各党团，各党团核对到底有没有哦，就是依照我们的协商结论，从此呈现在我们的那个预算书里面。八点会送给各位，我们今天晚上会加班。第二，八点之后到十点，我们希望两个小时给各党团能够对，因为大概大家的提案保留的部分，大家看一下，其他有结论都不会有问题了啊、哦，就是你们保留的部分。好，为什么两个小时？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就要都确认没有问题，我们就要印，然后十一点，我们就要把所有的文件印出来，就进行院会的处理。十一点我就会进入议场，开始宣读有协商结论的。然后宣读完毕，下午一点开始，我们就处理保留的部分。好、哦，这样时间很清楚啊、哦。那协商结论啊、哦，就给大家看一下啊、哦。那赶快发，赶快发啊、哦。好，完了，那你呢？那个国民党党团那边呢、啊？划过去啊，划过去，有都有啊、哦。来。我们来，我们看一下协商结论啊、哦，你们看一下来，我从头读一遍啊、哦。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8年1月7日星期一下午20:30，108年1月8日星期二上午9时，108年1月9日星期三，就是今天上午9时30分，我们三天四从这个时间开始协商，地点一场三楼会议室，议题一。本院财政委员会报告汇总完成中华民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经济交通委员会啊函哦，经济交通委员会案。二，本院财政委员会函送内政、外交及国防含机密部分、财政、教育及文化、司法及法治、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六委员会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报告，请并中华民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讨论案啊、哦，我们协商的议题啊、哦，因为我们分两次在院会通过，所以一次是两个委员会，后面是六个委员会决定事项一，各党团同意本108年度总预算案之讨论程序及决定事项。如附件一，通过针对各机关所属通案删减用途别项目；如附件二，通案提案及各委员会通过之协商内容含保留部分；如附件三，由各委员会整理宣读本及保留本，交财政委员会会诊。1月10日。就是明天星期四上午8时前送各党团，10时前完成确认 ，B 啊 ，B 共啊，11时啊，院会处理。二，各党团同意本年度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于院会宣读后均予通过，非保留的哦，保留部分。均暂保留，保留部分处理前按通案各委员会次序：一、亲民党党团推派一人，时代力量党团推派一人，国民党党团推派一人及民进党党团推派一人，轮流交叉发言，顺序授权议事处处理，每人发言时间为3分钟，发言完毕即按通案各委员会次序进行各保留提案，
党团版本之表决处理，好，可不可以？那这个是从下午一点开始，所以你们的动员就从下午一点开始。好，可以啊、哦？有没有问题？好，来来，您请问，您说，请教几个问题呢？来，保留的部分呢？现在还有多少个案？好，那好，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其实后来陆陆续这一两天，有少数党团又有提几个案，比如像国民党团提上两三个案，那这个两三个案什么时候处理？来，等一下，对不起，我因为他刚在跟我讲，第一我知道是现在还有202案，来，还有202案，对，然后呢？第二个，另外就是说这两天你都在进行嘛，1月7号、1月8号、1月9号，对，那各党团，包括国民党团，这过程当中也提了两三个案，那这两三个案什么时候处理？并入了啊？就并入提案呢？什么？新增的啊？新增的我们就很酌量的、哦。酌量的、啊，酌量的，酌量的。哦，酌量的没有关系，酌量的我们现在可以处理啊，现在处理好不好？现在也来看呢、啊，好啊，现在就来看呢、啊。那几个酌量的处理对吧？我们现在不过我们明天哦，我们11点宣读，大概12点就结束。对，那1点之前我们也可以看，请各党团我们要不要来会商一下？因为搞你们我们这样子啦啊、哦，如果。因为保留明天有黑尾车案，如果我们现在提出明天，因为我们是有讲院会处理前，所以是在11点之前都可以提案，所以11点之后我们再来宣读啊、有共识的部分结束之后，我们党团的干部再来会商一下 ，OK， 好不好？在，因为我们还有头贴，没关系，没关系，那个案子不多都没有关系，你们就先给他也可以了，而且大部分都主决议。那另外啊、哦，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案啊、哦，总共是保留202案，那时代力量党团他非常的有善意，在财政的部分他会啊、删减一些案，保留比较特就是。啊，一些案来进行表决，所以我们应该会在大概100案左右，好、哦，100案左右。那你可以再酌减吧。没关系，我们就是以这样的目标了，100案左右，100案大概我们大概1个小时可以表决30案到40案，所以要3个小时，所以到下午5点应该可以结束，好、哦，好不好？没好了。别紧啦，啊，五点没不好嘛，6点就好。六点嘛，我也好。不会派给我了。那你明天你什么时候还要再协商？我们因为要到11点，我们要进入院会处理。你们各党团或许有自己零星的案子要再提。我们是说院会处理之前嘛？对啊，对啊。所以11点，我们。所以11点再来协商，不是一些提出来的。不是11点，我先来宣读有共识的部分。哎，那我大概宣读1个小时。对，12点我们来协商，协商完我们1点就进入。所以12点来协商那些各党团提出来的零星个案，是不是？对，好不好？或者是各党团想要撤的案，会不会有增减？最好是不要有增减的哈、哦。对预算会比较麻烦，最主要是在主决议的，主决议了，好不好？都是主决议，好不好？都主决议会比较好了哈。主决议吧，好不好？那院长，那现在拉进去有什么困难呢？现在可以拉进去啊，你们就拿来看了、啊。陆委会四个党团都在啊。对啊。好，你们如果说明可以，你们要先表决吧。可以啊。我们有啊，我们的主决议都拿给你们了、啊。在哪里？有几个案？现在是保留案的修正案。对啊。很善意的，很善意的。来看一下。来啊，你来来来。来来，所有的主决议啊、哦，你们，那等一下，这个协商结论大家接不接受，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好，可以就签名。那剩下的替你们的那个主决议，你们拿过来，我们赶快影印给各党团，四个党团。现在新提出的，赶快拿出来。我的主决议正在印。来来，大家签一下。还有个，哎，必死。
万万也买好，啊，无伊永远袂好个，啊。使用委员给他一份，来，恁看，恁先看，恁先看，来。针对中央选举委员会所送之第十届立法委员选举，台中市、台南市什么选区划分之公平性整体及安定均有不足，且在野党所提。选区划分进入二读，遭协商遭执政的民进党团否决，什么意思？那已经发生了。超委未能进行充分讨论，原此为避免选区划分偏颇争议，读后特敬请代表立法院这个立委苏院长，这个案子有问题啦，这违法，这个违法，这个是违反我们的法律规定。好，二好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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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纳入了。不是不是，我那个主席，我讲一下哈。阿丽娜，历史，你让我讲一下。好，我挑了。第一个，选区划分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啊，因为我们要重新去检讨，其实也是希望在这个检讨的过程里面都是票票等值。啊，让选举可以公平，但是如果这个处理的过程欠缺公开、透明、公正的话，哦，这个是民主的很大的伤害。那这一次的这个选区的立委选区划分啊，两院的院长协商的过程，哦，我必须在这边坦白的讲，哦，也公开的讲，这个过程对本党团来讲，我觉得我们没有受到尊重之外。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已经违反了程序上面的正义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啊？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两院院长何时协商这件事情。第二个，据媒体的报道了，媒体其实写得很清楚了。这个是1月7号《苹果日报》的报道，他说今天苏家全跟赖清德。分别约询了这四个选区的立委，只约询了这个，只约询了这几个选区的立委。我们在整个这一次的选区划分里面，席次调整是一个，啊，席次调整这个是一个，再过来是席次调整完之后选区的重新划分。那因为过了那个12月31号，所以依照选罢法，得有两院的院长去协商之嘛。可是立法院是合议制啦。如果今天要谈这件事情，院长是代表立法院，那势必应该要征得立法院各党团的意见，然后去跟行政院长来谈，而不是变成两院的院长私下谈完，而且。你所要去谈的人只是这几个选区的立委，那等于我们在野党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不晓得清民党有没有被告知，我也不晓得时代力量有没有被告知，难道以后我们不派人在那边选吗？难道你们都不派人在这边选吗？屏东的选区你们不选吗？啊，台南的不选吗？新增加的新竹你们不选吗？都有嘛。所以我必须讲，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看到媒体报道，我们才知道说，哇，两院院长已经谈好了，而且我们今天很善意的发了一个协商的要求给院长，但是我们非常遗憾的，秘书长拿给我们这一份立法院的函，函给中选会的，连本党团发函要求协商都懒得回我们，直接回给我一个这一个，这个是什么？这是告诉我们。苏家全、赖清德画押了，你们谈好了，
发给中选会的，不然要怎样？我觉得这个太粗暴了，真的太粗暴了。我们在这个协商的过程里面完全没有被告知啊、哦，然后就由两院的院长自己来谈。行政院长我没有意见，但是立法院院长代表是一个合议制的首长，我们在立法院里面起码还有几个党团存在吧，不是只有执政的党团。再过来今天谈的议题叫做选区划分，它是未来的选举，不是只有现在的立委被影响，未来所有要参与这个选举的政党都会因为选区划分而受影响。所以我在这边提出来是，我们对于这个过程，第一个我们完全没有被告知，第二个我们不清楚，第三个更可怕的是这件事情被这样决定了啊。这个依照公职人员选罢法第37条第5项的规定啊，没有办法在期限内完成同意，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在期限完成立法院的委员会的审议的时候，得由行政立法两院的院长商定之啦。但是立法院是合议制啊，院长应该征询各党派取得我们的同意，起码我们有被征询啊，再来跟行政院长进行协商，这个才符合程序上面的正义啊。那所以为了维护选举的公平跟公正，我们其实党团我们在12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五，我们曾经把这个案中选会的提案提出来进覆二读，但是被执政党否决，以投票方式否决。投票方式否决就代表不处理啦，不处理。我们会提出进覆二读，代表我们有意见，我们希望照什么？我们希望照中选会的版本，所以我们提进覆二读，被执政党否决就算了。好了，接下来由行政立法两院的院长来商定的时候，我们居然连表达意见的权利都没有。然后媒体爆出来说，院长你找了执政党的立委去谈这件事情，然后这几个立委出来还发表了高见，啊、哦，还发表了高见。立委王定宇受访的时候，他说他尊重中选会的规划，但是屏东的部分，立委苏正清说还有两个方案未决定，啊、哦，有可能是动到他的选区或者是钟嘉宾的选区，之后再讨论，要考虑最符合人口比例、地形跟地理，他们的意见是有被听到的。那我要讲的是，结果有没有因此动了？有，改变了，改变了原来中选会所送出的版本。哦，原来中选会的送出的版本，也就是说，两院院长协商之后的版本是跟中选会所提的版本不一样的。这中间有多大的差别呢？两个选区从原本差距2000多人，到现在变差距6000人，你说这个有没有差？这个是很大的差别哦。一个选区的划分，从原本中选会的提案，高雄县的选区两个选区划分，一二选区原本差距2000人，经过这一次的协商变差距6000人。我先不要管说这差几千人，先讲程序上，在场所有在野党，我请教有哪一个党团被知会这件事情？1月7号商定完，1月8号马上发文给中选会，连立法院内部的再次的諮商协商通通都没有，我们要怎么吞得下去？今天在高雄，在屏东县的也好，台南县的也好，这些未来都想参与选举的人，他看到这个结果之后，他要不要来跟本党团抗议？说你们立法院的党团，你们立法院是什么？是现在是什么？现在是黑箱吗？还是现在立法院的在野党是什么？是背书吗？是橡皮图章吗？所以我今天提出来的原因就是，第一个，这个程序完全不正义，也不透明，也不公开，也没有发挥立法院合议制的精神。再来，这个结论有没有形成？这结论已经形成了，就是变更了中选会原本所提案的屏东的选区，还有部分台南的微调。但是另外我要再讲，中选会为了重新划定这个选区，他2年前就开始諮商各个选区，全国各地
两年前我包括我自己，我就收到很多次中选会来函，针对选区有没有意见，还有开了好几次的公听会，经过公听会之后形成了中选会的版本，在今年5月送到立法院，结果我们立法院我们半年没有处理，最后一天进步二读没有过，然后院长两院的协商几个小时就定案，然后就改变了。那我想请教各位的是，请问这样子的程序正义你接受吗？身为在野党的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接受执政党这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吗？第三个，这叫选举，这是一个选区的划分，我们号称民主，那就开大门走大路，不应该这样来做，不应该这样来做。这个江委员的指教啊，我们都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所有的程序完全是照法律的规定来。我最大的期待是希望委员会能够通过之后赶快送二读三读到院会来。我们不想拥有这样的权利，因为这个法律就是这样的制定。那么委员会召集人也不是完全是哪一个党派，两个党，国民党、民进党都有。半年为什么不排这个案的审查？难道国民党党团不应该检讨内部为什么不排这个案的审查吗？为什么要到最后一天已经没有办法完成再来提案进户二读？难道都不需要检讨，都要检讨别人吗？好，过去10年前也是王金平院长跟行政院院长两个人在谈啊，都是依照过去的惯例来，我也没有逾矩，也依照法律的规定，是立法院长，不是立法院。所以难道我要113个委员全部都征询，我怎么征询？所以我当然就依照过去的惯例跟法律的规定来行使我的职权。那选区划分是否妥当，等中选会公布之后，社会是可以来检验的嘛？等公布之后，你们就来检验，看我们在选区的划分有没有超越党派。有一个县市，两个县市的人口选区差10万人，这个叫选区划分吗？差十万哦，不要说差几千，每一个选区。以台中来讲，我请问大乌龙为什么会跑到雾峰这个选区来？这是10年前院长两个院长决定的，这是很荒谬的一个话法，你们怎么不批判？所以我觉得啊，这个选区划分我都照法律的规定，完全都照法律的规定，照过去立法院长跟行政院长他们的惯例我来处理，我没有逾越我应该有的权责。而且公布之后你们可以检视嘛，看我们的这个检讨有没有符合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跟地理环境跟人口的分布，你们可以来检视。好，这个哦，10年前开始小选区的时候啊，那时候选区的划分哈，其实在立法院就引起很大的一个争执哦。每个立委都要他自己最有利的方向，甚至于包括哪个里哪个，每一个立委都有他自己的版本。那时候吵得非常厉害，然后吵得非常厉害的时候，王院长就来主持。那主持的时候，可是由政党每个政党的党鞭出来一起来开，那可是政党的党鞭的后面呢，都背着每个立委他的选区提出来的方案，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到最后讲真的讨论都非常难，甚至于有时候到最后是用抽签的。那可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选区的结果
是经过一个立法院密集的讨论，完整的大家黄义甘官最后决定了选区，黄义甘官决定了以后，然后再来才是跟行政院决定下来来，我印象就清楚，哎，你们都不讨论啊啊啊，所以那个时候在真的哈，每个委员的选区哈，在立法院真的非常冗长的密集的讨论，然后每个党鞭所背负的都是他的立委他要的选区，所以花费非常长的时间在立法院讨论，这个我可以证明这个是事实，嗯，好不好？哦，这选区划分没有错，非常敏感，好。那这个过去大家也在这个场里面哈，后来这我们对于中选会这次选举方案，因为4年到一定要重新来，那讲第一个考虑合宪性，第二个考虑合法性。所谓合宪性，就是说刚才苏院长讲的，就谈到合宪性的问题了，就是要到人口比例来讲。所以高雄277万，台中是280万。但是呢，高雄变成比台中多一席，这是不对的。所以高雄势必减少一席，就差这样一点点就要减少一席。屏东也是一样，减少一席。那我们内部对于高雄和屏东减少一席，是不是问来波压力大到你们很难想象的？哦，那第一个，另外呢，这个本来就是委员会要去审查，然后到年底前，去年年底前院会要通过。然后没人去摆，没人没人没人敢摆嘛，没人敢摆，所以到最后，郑宇成曾经打个电话给我说：“哎，这个选举方案很重要，你们要好好处理。”我一定诶，哦，一定叫得力来。所以呢，一定是屏东减，高雄减，对不？然后新的馆增加，台南增加，用叫得力叫合宪性来。我们不敢，因为只要不叫合宪性来，叫合法性来的话，像他提出视线哦。啊，那问题很大，那选举选下去才再来事件，那永远没有办法处理。那各位回想一下，当初为什么？然后只谈到合法性的问题，所以永进委员刚才讲的没有错。过去为这个事情，我冲突很严重。我叫蔡敖就好朋友啦，伊安尼甲叫伊王院长办公室来对，他那边就啊叫我一定要签。还有严金彪也在场，好几个无党籍在场，蒙古一点，准备被玩给了啦。那是非常严重的冲突，所以我说你再怎么压都没有用，照道理来，就是两个院长协商。啊，在我二楼两个院长协商，当时修法的时候是我加上去，我知道这个一定没有办法解决的。那现在回归到张永成，你担心你公共委拢得利，哦，好像听起来像黑箱，其实这个，那天我知道这种为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照道理来啦。天下代志无照道理来吼，去讲拗去款的吼，选举点都吃来的。所以呢，刚才谈到新竹县的部分，新竹县政府弄来一个案子是一个竹北，哦，是一个选区，两个选区之间差距十几万票，十几万嘛，哈，十万嘛，啊，这边围了，啊，所以总共是按你中央破两边平均。那这个是合道理啊，好到谁都不知道，因为其实坦白讲，我们的新竹县是我们非常艰困区域，要找选找人去选都很困难的，所以一定照道理去处理。当然，王定宜也希望诶，阮也做袂到，坦白讲，啊，当我大家要冤家，但是照道理，就是还会增加一席，当然是新华新基。新市永康新化新市那个我就哭出来，哎，想要算要跳来跳去才能不要多了，因为就照最有道理的方向，哦，最少变更照最有道理的方向，那个人口比例都要弄好，所以这个到各党哈，哦，每一个选区都有人不同的人会去做，接受挑战，民党亦乎如此啊，所以这门反漏了，这。就自己无去讲偏，无去讲冲啊！阮内部吼，就是坦白讲吼，内部大家
不然就注意这样代志，我们都尽量克服。总的，我们都了解，这很复杂。所以你刚刚代代，我刚刚只是讲程序的问题，我讲的是程序。我当然知道内容很复杂，但是这个事情不可能我们在党的党边完全不知道。哎，我们要来搞代敲门。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如果你们党偏在意，对对，就要要求你们的召集委员在时间内赶快排。那你们不排，那执政党的召委也没有排 所以为什么只怪在野党呢？所以这个在，所以两个党。院长，我跟你讲，你可以去谈，这是对依法授权。但是、哦，但是我刚刚只是在讲一个程序而已啊。程序刚刚讲说你不可能113个都去谈，去询问他们意见。报告院长，如果我是院长，我会这么做。我没有办法。如果我跟你讲，刚才李鸿金委员、柯建铭委员经历那个过程，如果基本上，如果连党编、连党团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情啊。啊，因为讲的不是无道理啦，哦，你讲的说要打个招呼怎么样，我来讲看卖哈，哎，不是无道理啦，哎。啊，听会落去啊，不是听袂落去啊，对吧？听袂落去，其实是啊，我们要处理内部吼，就足困难的啦。所以讲教导力，啊，像我觉得这一程序上有一点，就是说急一点啊，就是说没有召会一下，这一点我想也听得下去的啊。那只要我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也会提醒苏院长。苏院长当然他照以前的观念一起去做下去嘛。那坦白讲，我也没有想到，应该是要告知的，不然我会想大概来黑解，因为这中间包括曾明忠，包括江启臣，拢甲讲，哎，叫赵德义来讲，一定袂，我袂会，绝对没有问题，而且照你们想象中的图谱会出现，你们期待的图谱会出现的。你家知影，家烦恼啦。大家，我觉得，其实啊，这点最不好就是，我感觉是会使哦，啊，你讲几句话是无唔对啦。我们觉得现在哦，拢是对人不利啦，啊，公平安尼就好啦。来，院长，这些案哦，我们请各党团拿回去参考哦。那能够接受就接受，我们现在时代力量已经离开了哦，我们没有办法再进行讨论这个主决议案。所以我们的协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哦。明天请各党团针对主决议案哦，能够接受，那就我们就纳入协商结论；没有办法接受，就保留到院会处理。我们的协商到这边告一段落哦。好，谢谢。通常保留案，通常保留案，没意思，都那个其实啊，我甲周共成、林徽卓比较在意啦，我跟他谈一下啦。那个地方我们都输了啦，这个县公都不好啦。现在它是保留，你就要放个保留。哦，对啊，就一起。但是你要保留啊，怎么大家知道有没有意见？